财经的法说会将登场，要留意什么？相关受惠谁最看好？本周的台积电法说的重点到底在哪里？第三季获利是否符合预期？第四季营收成长幅度预估？哎呦，超乎预期！这一次的法说，智能大师你怎么看未来的走势？这些的族群里面呢，您最看好、最中意的是哪一趴、哪一档股票？哎，好，我刚刚跟各位讲啊。欢迎来到本周的至尊才知道，马上邀请今天的来宾至尊大师王董王老师，老师好。哎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来，本周的台股的重头戏台积电的法说会，那么法说的内容呢，可以说是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风向球，那到底会说什么？今天节目看到完记得帮我们节目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俗话说得好，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，这个热闹留给把郎共，那内行呢赶快请至尊大师来直接帮大家画重点哦。大师，本周的台积电法说的重点到底在哪里？好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礼拜啊有台积电的法说会，那么现在市场上都说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但是我现在看那个股价，这好像没事嘛，倍儿好倍儿强，哎，对啊，好奇怪啊，不好不好不好啊，它怎么不跌呢？我都觉得很奇怪。所以你看这张市卡，台积电法说会将登场，要留意什么？相关受惠谁最看好？台积电法说会关注的重点，请你注意，第三季获利是否符合预期？王彤先告诉你的，差不多了，不差了。第四季营收成长幅度预估，我可以讲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的预估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答案是 up。那先进封装 CoWoS 产能扩容计划 very good， 非常好。先进制程两纳米试产的进度，哎呦，超乎预期。那记忆体大厂海力士、三星及美光与台积电合作的 HBM4 的状况，我想这个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单元呢，帮各位特别来解说过 HBM4， HBM 是什么，然后还跟你讲 HBM4， 哎呀，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呀，你看看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些重点，这些重点都是王彤之前讲过的咯。那么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直接给你两句带过，一个是赞，一个是 up up up， 对不对？ very good 带过了。所以呢，台积电法说，老师直接帮你画重点。那么但是至尊大师，这次的法说其实投资人有一点点担心，与其说担心，不是担心内容，而是会有一些小阴影。因为在四月跟七月的法说的部分呢，开完法说会之后，隔天的股价表现都不是很理想，但之后都证实当下就是很好一个买点，是相对好的买点。那这边想请教大师，那这一次的法说，至尊大师你怎么看未来的走势？刚刚啊，主持人讲啊，法说会完了以后啊，一天是 down 一下，后面呢就 up 上去了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是好还是不好啊？ Very good。那如果不好的话，不就 down 下去了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也要感谢王彤的至尊团队，然后帮各位做了一份资料，台积电的供应链是。台积电集团的部分呢，是有晶材、创意跟彩昱咯。细晶圆的部分呢，有环球晶、台盛科。那么 IC 封装及测试的部分有日月光、晶圆电跟细格。那测试界面有旺系、隐微。特用化学品的部分有永光、中华化、圣一跟上品。半导体耗材哦，有这个都蛮值得注意的哦。中沙、光阳科、嘉登、崇越、升阳半导体，以及半导体检测的部分有仪特、宏康跟泛泉。先进制程设备金鼎、万润、凡轩、迅德。先进封装设备的部分有智胜、宏塑、星云跟万润。厂务工程汉唐、凡轩、亚翔、阳基、汉科、盛辉。好，那么针对台积电供应链的部分，哎，帮你做了一个表。但我相信投资好朋友们最想知道，哎，平花直接帮你挖呀挖呀挖。老师，这些的族群里面呢，您最看好、最中意的是哪一趴、哪一档股票？哎，好，我刚刚跟各位讲啊，细格五，隐微是，还有一档，好，阳基工程。好啦，我都已经讲完啦。那但是我要附带一句话，不是叫你闭眼睛进去买啊。打下来的时候用技术面去找低点。嗯，
够了吧？清楚明白了哈，甚至的想更进一步了解，更贴近我们至尊大师的好朋友们，记得把我们的 LINE 生圈来做加入哦。小老鼠 Kim 5588，小老鼠 Kim 5588，甚至直接跟上至尊大师的脚步就可以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今天的节目内容为你进行到这里，最后呢，感谢至尊大师。哎，谢谢主持人，也希望各位投资人下个礼拜一定要准时收看王彤的节目哦。至尊才知道，下周见喽，拜拜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